往油麻的地方去，然后把它拉回来，才能一直直线。方向盘，方向盘。然后不小心你太嗨，然后越来越冲越快，就马车人就很惨。我还记得山上我跟他两个人在马车里被颠的，对，就差滚了。怎么驾的车？超好笑，颠的要死。反正我们觉得吧，就是三个人各有各的。我们的年龄看起来还是有所差距。有吗？有吧。好像我觉得还有，他也就比我大几岁。比他大六岁。啊，大六岁，你八七。我九五的。对啊，七岁。八岁。八岁。嗯。哇，天哪。叫叔叔。这是比谁说的菜名说的多。好，开始。番茄炒蛋，糖醋里脊，红花豆腐，什么麻婆豆腐，清炒白菜，香如以沫，啊，蒜泥白肉，地三鲜，什么？地三鲜啊，没吃过。胡辣汤，麻酱面，炸酱面。哦，快了，我现在想到。嗯，换谁？换你呀。二。白叶豆腐。小炒肉。哎，你跳了。我不管。那个泡面算吗？不算，我没有做过泡面。那个紫菜蛋花汤。该谁了？该我。该你。三。二豆丝炒面条，豆丝不要乱加，你这个黑暗的料理。花椰菜，那叫什么？就是花椰菜啊，对。哦，醋溜大白菜，状元糖。哈，什么桂花糖啊？那我。大白兔奶汤，没有没有，那个红烧肉，白切油鸡，油鸡，北京烤鸭，烤鸭，烤全羊，回锅肉，鸡排，油爆虾，珍珠奶茶，啊，这不是菜，是啊，甜品，完了，三，二，什么葱爆兔肉啦？我系里好像有一个这个词，椒盐排条，什么？椒盐排条，好累啊！你输一下好不好？猪蹄，卤猪蹄，必须抓到一个。上汤馄饨，大宝哥，三，谁他吧？对啊，一，面，啊。好啦，就是他了啦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完美的一天。好，惩罚来，来惩罚就是冷酷的隋大哥得卖个萌，耶、yeah ！做个最帅的表情也行，不行，帅就是要萌，可爱，好恶心呢、哦，冒冷汗。OK， 这一条没问题。